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澳门陆老爷啦。咁我都有喺澳门度主要做一啲美食啊或者文化旅游方面嘅。咁而家全网咧都唔系粉丝好多，但系大概150,000左右。犀利喎！多谢多谢。澳门咧其实着重小红书噶，无论系做商家方面啦，因为我哋本身除咗幕前做一啲咁嘅工作咧，幕后都会同一啲商家去做分享，尤其佢哋会。最熱衷喺小紅書呢個平台，因為本身咧澳門係一個旅遊城市，咁佢哋要揾啲乜嘢啊，或食啲乜嘢都係用小紅書，所以呢個作用咧係對我哋相當之大咯。其實小紅書咧真係一樣玄學嚟嘅，但係我覺得即係真誠分享，即係真心係將你自己中意嘅啲嘢咧，用有趣嘅方式分享出去咧，其實就可以獲得到好多嘅一啲唔同嘅群體啦。因為畢竟呢個世界係好大嘅，咁但係咧都會有一班人係真係中意你同你同頻嘅人，咁我哋只不過找揾多一班同頻的人，跟住同你一起並肩而行，咁就 OK 啦。我哋澳門的大人博主啦，或者澳門的商家咧，係好難在各個平台咧有一個自己的身份認證，包括或者我哋叫做咩，即登入。註冊已經都成問題了，所以如果大灣區可以更加照顧到我們這邊香港澳門的方向，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或者更多商家去入駐，這件事一定是一個非常大的趨勢，或者對我們澳門商家的新媒體變現有一個很強的幫助。